噔噔噔噔，今天我花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一个黑刺榴莲，这一个小榴莲2斤多，然后花了我一个月的生活费。今天咱们来开一下，看看它到底值不值。开，我去，第一半肉，熟透了啊！哎呦我去！第二半，第三半。第三房，看看还有没有。五四房，没有了啊，开出了四房肉，但是每一房还是挺大的。看这些，一个2斤多的小榴莲，是吧？也还可以。尝一尝，我去，这叫盒，我差点连盒吞了。盒超级小，你们觉得我这一个月生活费花的值不值？嗯，